些年，我找他找得好辛苦。说，他到底在哪里？你休想知道，我死也不会告诉你的。我佩服，在这里被折磨了这么多年，竟一点都不松口。不过知陀，有些事不是你不说便不会发生，有些人不是你藏就可以藏得住的。要做什么？你就等着瞧吧。冠便是成年，以后要做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。好，来，娘，这是送给你的成年礼。醒了，师尊，当年您从凡间把我带回龙瑞宫，拜在您门下已有十年。这十年来我日日噩梦，到底何时才能救回我娘？鬼火妖王是妖族巨擘，行踪变幻莫测，难觅踪迹啊。无论如何我也要救我娘。多年前鬼火妖王盗走三界至宝乾坤塔，今日你师兄已寻得此塔下落，只有夺回乾坤塔，寻得妖王踪迹，才有望救回你娘。进来吧。师尊，本尊命你二人速去助你师兄夺回乾坤塔。遵命。神位，白师兄，好大的胆子！快走！师兄，乾坤塔在他们手上，赶快去追！师姐，你照看好白师兄。花光，
乾坤他交出来，快！华光的命牌无恙，说明他还活着。师尊，你可以帮我找到他吗？我已派人去寻烽火二怪，很快就会有消息了。只是乾坤塔是天地孕育出的至宝，这千万年来被镇压在此塔的妖魔无数无一逃脱，华光若是真入了此塔，那他怎么办啊？此劫只能靠他自己了。你吃的是什么？猫子啊？怎么？你没见过？见过，小月当然见过。吃一颗，嗯。怎么样？味道不错吧？是不错。咱们来玩个游戏，你来猜猜看，猜对的话，我就让你吃了。师尊，烽火二怪的踪迹已经寻到。师尊，嗯，四颗，不对，三颗，不对不对，四颗，就是四颗。不急，你都错了这么多把，难道就这样算了？那你说你想赌什么？我想要让你放我出去。不行不行，乾坤塔只能进不能出。我们普通人自然是只能进不能出，但你不一样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传闻乾坤塔是天地所有，千万年来镇压无数妖魔，只是塔内隔绝天地灵气，没有法力可用。我思来想去，能隐藏身形与我说话，还能装神用我吓唬我，便只有一种可能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就是乾坤塔。叫什么叫？再把天庭都给我引过来。还好你刚刚用宝塔收了那小子，要不然我早就被他们给抓走了。小爷就是乾坤塔的塔灵，你想怎么样？我现在都在你肚子里，还能怎么样？我刚刚说了，若是我赢了，你就放我出去，如何？不行不行，乾坤塔有乾坤塔的规矩。这规矩谁定的？小爷定的。
行吧行吧，那我就破例一次。但是你得说好了，如果你输了，就得一辈子待在这塔里陪我玩。没问题。那可以吧，我押四颗。见证奇迹的时刻到喽，愿赌服输啊。嗯，小爷愿赌服输，你走吧。告辞。多谢。没事吧？你怎么办？你是放走的第一个人，也是最后一个人。既然这是救援军的规矩，这惩罚是救援自己安排。你有没有想过出去看看？天庭的人很快就会追来，我们快走吧。你们哪儿也别想跑。杀了他。神明卫变阵。要不先把我放开。你没事吧？放心吧，有小坤坤在，他们逃不了。小坤坤？嗯。师兄。师兄。师兄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小师弟，你抓了烽火二妖，夺回乾坤塔，又救了我等的性命，这一拜是应该的。龙瑞宫之人拯救苍生乃是本分，各位师兄平日里对华光照顾有加，更不必如此。来人，将二妖押回镇妖阁。是。这是。小师弟勿怪，乾坤塔乃天地之灵宝，这一次酿成大祸，师尊有令，将宝塔必须带回天宫的宝库里严加看管。华光，你不是说要带小爷去人间玩吗？把小爷关起来，小爷可不干。哎呀，你可别着急，这宝库里可都是天地灵宝，你没事可以跟他们聊聊天，交交朋友，指不定看上哪个灵宝，还能跟他们谈谈情呢。当真？必然当真。你放心，答应你的事儿绝对不会变卦，改天我就去找师尊说。那你可得说话算话。嗯，常来看我。嗯。喂，你们宝库里哪个娘们最好看呀？天地有旨，华光此次巡回乾坤塔，守烽火二怪，年三界于浩劫，当居首功，赐风之神将，赐法器灵眸。
事儿，让师尊担忧了。担忧你？那没有人能比得上你苏苏师姐。师尊。哎呀，天帝刚刚赐给我的，这是什么鬼东西啊？此法器名为灵眸，传闻天眼洞视，可断阴阳，破魔障，有无上之妙用。天帝对你如此偏爱，你却不领情，若是让天帝知道，定要治你个不敬之罪。我华光之作。师尊，这令牌。师尊，你给我这令牌做什么呀？哎，天帝都赏了你，师尊怎么能不赏你呢？这是本尊的令牌，有了此令牌，龙瑞宫的人你都可以调配，从此以后你就是龙瑞宫第一神将。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好，还不赶紧谢谢师尊啊。徒儿谢谢师尊。哎，师尊，那小师姐我可以随意调配吗？哼。对了，我一直很好奇一件事，那个塔是怎么把你吸走的？你又是怎么出来的？关键是你出来之后为什么塔灵对你这般服帖啊？嗯，啊，看好了啊。嗯，瓜子，磁铁戒指，嗨，原来是小孩骗人的把戏啊。本来就是闲时和师兄玩闹的玩意儿，没想到关键时候比法宝还管用。也不知道你这个脑袋里啊还装了多少稀奇古怪的东西，小时候你娘管教你一定很辛苦。对不起啊，我不该提的。没关系，其实这些都是小时候我娘教我的。你一定很想她吧？想，一直想。这是送给你的成年礼。每时每刻都在想。华光，我答应你，我会陪你去找你娘的，无论有多远，有多难。谢谢。你跟我客气什么呢？你再跟我客气，我就不理你了。快快！白师兄，这怎么回事啊？神位遇袭，风华要跑了。走。师兄，是谁干的？已经派人去禀告师尊，至于劫囚者的下落，还不清楚。告师尊，我助华光追杀鬼火妖王，劳师尊相助。本王
让你们去打探圣母的消息，你等就偷走宝塔，打着本王旗号在人间作乱，如今又招惹龙瑞宫之人，还被夺走了宝塔。尊上，我们想用乾坤塔吸取人间纯阳之气，助您修炼。本王对这些不感兴趣，我想知道他的消息。尊上，是他非要偷的乾坤塔自己修炼，这事与我无关。尊上，两个废物，本王养你们何用？瑞宫的人吗？本王不知你因何与本王有如此深仇大恨。苏苏，你醒醒！苏苏，快醒醒！放心吧，他死不了。本王从来不杀女人，但今天你就没那个运气了。胸前的玉佩从哪儿来的？我娘在哪儿？
再问一遍，这玉佩是谁给你的？不然今天我就收了你。这玉佩自然是我娘留给我的。我娘到底在哪儿？你娘给你的？智陀，我娘现在到底在哪里？你娘真的是智陀？你再不说，直接杀了你！我问你，是谁告诉你，你娘是被我抓走的？自然是我的师尊。当日我也亲眼所见你的妖身，你还想抵赖不成？那你师尊是谁？我娘是龙瑞宫弟子，我师尊自然是龙瑞王。你娘是龙瑞宫的弟子？你笑什么？我笑你，也笑你师尊龙瑞王。我没时间跟你发疯。不相思的话，就告诉我娘现在被你抓去了哪里。他怎么会抓走你娘？娘是妖界的圣母，和你娘是亲兄妹。这圣母，什么亲妹妹？莫非你以为靠这些胡言乱语就能坏我心境？我从来就不用这些下作的伎俩。你现在胸前戴的这块玉佩，便是最好的证明。你当日看到的穷奇，是你娘自己化变的妖身。姓知名目，知乃妖界王族的姓氏。在我年少之时，我父王就把王族传承的一块玉佩一分为二，赐予了你娘和我。现在这块玉佩就在这儿，难道你还不相信吗？华国，那日我感受到你娘的气息，我知道她身处险境，可是等我赶到之时，却晚了一步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在四处打探你们母子的消息，可是一直都无获。直到今日我见到了你，我才真正知道是谁抓走了你娘。是谁？是龙瑞王。你说什么？不可能，肯定有什么误会。如果真的是师尊抓走我娘，那他为何要救我？华光，龙瑞王他控制住你，就是要利用你来要挟你娘说出秘密。这到底是什么秘密？师尊，他为何要抓走我娘？
说过了，你就算是杀了我，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。我暂时不会杀你，留着你会有更大的用处。我找到他了。相传女娲娘娘当年补天用的五彩神石并没有用完，而是留下了三块，散落到了三界，其中一块给我和你娘带来了无尽的噩梦。那东西是补天的神石？传说修行之人若能炼化吸收神石，便能够获得称霸三界的霸能。龙瑞王为了得到神石，便一路追杀我们兄妹到人间，后来你娘为了保住我和他的性命，便使出了血遁大法。血遁大法？那是妖族的秘法，是用精血催动的逃遁之术，可以瞬息万里。那神石在哪儿？他一直以为神石是在我的手上，可他没有想到我把神石留给了你娘。你留给了我娘？若真在我娘手中，这么多年师尊怎么发现不了？师尊他不是你的什么师尊，他骗了你，你更不是什么先祖的后裔。华光，你是你娘的儿子，你身上流着妖族的血，你记住，你是妖，这一点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。怪不得乾坤塔能把你吸走，乾坤塔根本就对付不了神仙，只吸妖魔鬼怪。你是妖？他是天庭的人，你若动他，先杀了我。之木，师尊。哈哈哈哈哈！龙瑞王，你终于出现了。师母，你让本尊找得好苦，本王正想到天庭找你去算账。你好像伤得不轻啊。做什么？有些事还没有弄明白之前，我还不能让您杀了他。看来你都知道了。难道真的是你？没错，是为师抓了你娘。我娘在哪儿？被我关在封城，我本打算从知木手中拿回神石，就杀了他，你便还是我的弟子。
没想到为师还是来晚了。你骗了我十年，为了三界苍生，为了大道，任何牺牲都是值得的。我杀！你想用我教你的本事杀我？龙瑞王，这么阴险毒辣的老贼，配不上做仙界的天尊。本尊做的事，是你这些妖魔邪祟能懂的吗？花光，不管你相不相信，你都是本尊最爱的弟子，我本舍不得杀你。苏苏，你刚刚也看到，花光投靠了妖族，背叛天庭，帮我杀了他。啊，难道你也要违抗师命吗？苏苏不敢。动手吧。刚才你那一剑砍下去的话，我真的会饶你。你不忍心，不要怪师父狠，你没有错。只是神识，真的不能再让任何人知道，莫要怪师尊。师尊，传令下去，苏苏华光堕入妖道，背叛天宫，被本尊发现后逃走，命龙瑞宫所有神位下界寻找踪迹，若有发现就地格杀。我也不知道，我只记得一处血光，我们两个人就在这里了。血遁大法。嗯。糟了，师母他。华光，你慢一点。哎，伤成这样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我要去找师尊，龙瑞王，我娘亲还在他手里。你现在去也是送死啊！死了我也要去。你冷静一点，华光。你别拦着我。要去送死是不是？好啊，我陪你一起去啊，反正我这条命也是捡回来的，还回去便是了。愣着干什么呀？你不是要去杀师尊吗？你不是要去救你娘吗？
时在哪儿？冷静下来就好。对不起，我又拖累了你。没关系，就在师尊决定杀我的时候，我已经看开了。最起码现在你还在我身边，这对我来说就已经足够了。可我现在是天道不容的妖。神与妖，正与邪，善与恶，都是在一念之间。我们以为令人尊敬的师尊竟会对我们痛下杀手，而我们以为万恶不赦的妖王竟会为了救我们而牺牲自己的性命。你未曾做过一件坏事，你也没有伤害过任何无辜的生灵。若是天道说你有错，那不是你的问题，是天道。人又如何，妖又怎样？苏苏，谢谢你。每个人都有值得自己去做的事情。花光，你别忘了，你还要去救你娘。我当初答应过，若是告诉我知木的下落，我便不会伤害花光。但我并没有在知木身上找到神识，你一直都在骗我。你杀了我哥哥，你若不告诉我神识的下落，花光也会死，我保证。我杀了你。三道阵法常人无法进去，除非有天地至宝。天地至宝，我倒有个办法。把门打开，天尊派我来查看宝库。对不起，白师兄，我们没有接到天尊的命令。天尊令在此，速速开门。什么身份？怎么会骗咱们呢？我才不信他！你，小坤坤，看来你日子过得不错呀。他们都是你的朋友吗？你是谁呀？华光，你个想死小爷了！你总算来看小爷了。是，我答应过你，要带你出去玩的。真的？你们看，小爷什么时候吹过牛？给你们都说了。大家虽然都是法宝，但小爷跟你们不一样，小爷想出去就能出去。不愧是坤哥，这位兄弟能不能把我们也带出去？我们也想出去看看。大家既然都是朋友，一起玩是应该的。对对对，华光兄弟说的对，都是朋友。既然是朋友的话，你能带乾坤塔出去，是不是也能带我们出去啊？我名芭蕉扇，乃是太阴之宝，可灭尽天下火气。我是紫金罗，是上天天尊所炼，我生一响，可定乾坤。封城号称鬼都，是千百年来天庭关押最强大妖魔鬼怪的地方。
这封城关押了无数妖魔，使得封城像地狱一般可怕，方圆百里根本没有任何生气。我可没有骗你们，以前呢这里确实有三界最好玩的东西，就是因为太好玩，天庭才不想让别人进去，所以就弄了这些风啊火啊雷啊邪气什么的挡住了去城里的路，我现在也进不去。要是真没办法，我还是带你们回去吧。走走走走。哎，别别呀、啊、黄光，黄光，那些小把戏能挡住你们，可挡不住我们。是啊，我倒要看看什么活我心不灭。就是你放心吧，今天这城哥几个亲定了。外面布了一个阵法，叫做天火风雷阵，只要稍不留神，就会被这天火焚去，被天雷击碎。这里火势这么汹涌，这里就是阵中了，一定要小心。哼，怕什么？让我来。对。竟然走到了此处，少废话！黄光，苏苏，黄光，你我师徒一场，哪怕为师一直都知道你是妖狐，却从未对你起过杀心，
教你本事，让你除恶，就是怕你堕入邪道。可你一直执念于小情小爱，看不到神妖之别，更看不到茫茫众生。神识若落入妖族之手，三界必定生灵涂炭，到时天道如何，你可想过？若成神便要无情，那我宁可为妖。顺心意，天道如何？我不在乎。进入邪道，便莫要怪为师无情。不要！光就是神石，你居然把神石融入华光体内。锁不仅锁着你的母亲，还镇压着无数妖魔，你若砍断，我们会万劫不复的。华光，华光，你不认得我了吗？爹。
还记不记得这枚磁铁戒指？小时候我淘气不喝药，你就用这戏法骗我喝药。娘，你记不记得小时候我偷吃糖，吃坏了牙齿，你就在那糖罐里放假蛇吓唬我。这些东西你都忘了吗，娘？每刻都想你，十年了，我睡前也想你，睡醒了也想你。会这样，思索，思索，我真的想过，如果有一天救出我娘，我就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，和你共度余生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怎么还说这些？要是现在不说，我怕以后再也没有机会。阿光，你难不成？不行，不行，阿光，不行，不
不行，不行！苏苏，我遇上你，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情。照顾好我娘，告诉她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，我不后悔。师尊，华国，你说的天道，这么多年都没学会，恐怕这一辈子也学不会了。但现在天做不到，可能只有我才能做到了。初学仙法，必先以天池之精华易经洗髓。你本是凡躯，只有先扛过这一关，才能脱胎换骨，明经取元。这师尊道，天地有灵，以躯体为炉鼎，化天地之气为自身之气。想要修仙，就得先炼体。闪烁，那是我仰望你的眼光。师姐，你这是？师姐，这未免也太狠了吧！你空流星。为你划过，光与我重合，在你身边的是我。师姐，小心狡猾。可以吗你？不到十年的光景。就可以和我打成平手，那是师姐对我好，让着我。少废话，再来。
能眷顾我，那刻我回到你心河。几十天过还思念着，岁月中我会忘我，你眼中的不舍在黑暗中唤醒我。岁月中我会忘我，你眼中的不舍在黑暗中唤醒我。夜空流星为你划过，光与我重合，在你身边不离是我。其实岁月中我会忘我，你眼中的不舍在黑暗中唤醒。